他常常说会用自己的节奏，对对 ，twice， 对。我们也需要听听看你们的意见。我现在有，现在都要预定，如果要买，是都有的都预定。但是你们现在送的是北戴，对，好像没有什么用。但是因为其实 R 七好像真的蛮多人，蛮多人想要买，所以想要升级或者想要，所以就可能会要跟别人抢。OK OK， 我会再考虑一下。但你来这边好处就是你可以先体验一下，对对对，看一下，对啊。他说那一台也分了差几台，目前是什么？前面那一台吗？我觉得前面也有一台 R 七啊，应该是不行，这样就不能把档案带回去看，对啊。是因为也许这次活动的关系，还是通常新机不会哦。因为之前 R 3我用的时候，他就说可以插吉他，我又把它全部带回去。而且就是我们也会怕说这样换一人换机构，也会可能有人会忘记带，对啊。我买几条金块。在玩玩而已。好，谢谢谢谢。